之乐当然要在闺房啦，怎么不跑去楼梯间呢？哎，还真的有人就在楼梯间。你以为他们在爬楼梯吗？一名台湾辣妹日前跟一名来台念书的非洲裔男子互相看对眼，两人相约啪啪啪。地点呢，就选在电影院散场的楼梯间。没想到两人趴到一半，被路过男子目睹，他老兄边看边拿手机拍下过程，只差没买爆米花。男子随后把影片上传脸书社团，还留言。手滑传这样的影片，网路警察不抓你抓谁啊？台北地院17日将这名男子以散布猥亵物罪判处拘役50天，得一颗罚金50,000元。